往青蛙身上缠绕白线，然后挂上一块石头。就这样，青蛙便在水中痛苦的游动，而小和尚看得哈哈大笑。紧接着他又抓到一条小鱼，用同样的方法将鱼绑起来，望着他拖着石子艰难前行，抓住一尾蛇之后也如法炮制。小和尚觉得很有趣，所以笑得乐不可支。殊不知这一切全被师父看在眼里，为了教育他，师父就在小和尚熟睡时把一个沉重的石块绑在他的身上。等醒来时，小和尚只觉得十分痛苦，而师父却气定神闲，告诉他那些被绑住的小动物也一样痛苦。他让小和尚背着石块去山间找到那些生灵，还要把石块都解开。就这样，小和尚划着船离开，背着沉重的石头来到山间。那只被绑住的青蛙已经奄奄一息，他连忙放生。而羸弱的小鱼和小蛇没那么幸运，都在他附加的折磨里死去。小和尚捧着毫无生气的小鱼，第一次懂得了生命的沉重和意义。望着嚎啕大哭的小和尚，师父很是欣慰。顽劣的小和尚一天天长大。这天，他在山间遇见了一对母女，母亲满面愁容，女孩则面色苍白。原来是为了给女孩治好病，他们才来到山寺里。望着清雅秀气的女孩，小和尚的眼中有了不一样的色彩。女孩的母亲安置好她后，便离开了寺庙。而忧愁的女孩每天都在这里对着佛像诵经祈祷，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小和尚的心弦。他忍不住为这个忧愁的女孩挡雨。情窦初开的小和尚内心激荡，恰巧又撞见女孩换衣服，他迟疑了好久才恋恋不舍关上门。一开始他的心中还有几分对修行的敬畏，好言相劝女孩不能做师父的石墩子。女孩闻言便起身离开，来到佛像面前祷告，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便在佛前睡去。小和尚推门而入，便望见眼前这一幕，他抱来被子盖在女孩身上，但心中全是出家人不该有的想法，于是大着胆子把手伸进了被窝。没想到女孩惊醒，打了他一巴掌。反应过来的小和尚连忙念起经，祈求得到佛祖的原谅，可是他并没有摒弃杂念，在之后和女孩的相处中行为更加大胆起来。小和尚一把将女孩拉进水中，接着又把她拉上船。望着女孩的一身白衣湿透，和尚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激动。女孩在他大胆的进攻下已经沦陷，那个象征戒律的无强之门被推开，两人来到山涧里。小和尚就这样破了戒，经此一事，他的修为算是没了，每天集中不了精力做事。在尝到甜头后，小和尚常常半夜起身悄悄爬进女孩的床铺，什么戒律清规早就抛诸脑后。在这样的欢愉之中，女孩的病竟然痊愈了，脸上常常挂着清浅幸福的笑容。而两人的是师父看在眼里，再一次当场看见不堪入目的场景时，他决定让女孩离开这里，因为她的病已经完全好了。小和尚眼睁睁望着心爱的女孩远去，他难以抛却七情六欲，于是便在深夜起身将佛像装进行囊，然后离开了师父和庙宇。而床榻上的师父并没有睡着，他默许了小和尚的决定，若不曾真正入世又何谈出世。如今这座湖心的庙宇里只剩下师父一人。有一天，他在包着点心的报纸上看到一则男人杀妻潜逃的新闻，而报纸上的男人正是多年前破戒下上的小和尚。他的心中五味杂陈，一个枫叶红遍山林的秋日，面露凶光的小和尚回到了寺庙，面对师父的目光他有些躲闪，但师父只是温和地让他上船，把他渡到了寺庙里，这里一切如旧。但小和尚的内心已经大有不同，他满面凶狠地说出自己的痛苦，那个女孩和他在一起几年之后便和其他人好上了。小和尚气不过，于是便亲手把女孩了结，他把那个佛像放回原位。遇见女孩之后，他的心中从未平静过，他来到那片山涧，在这里童年的他残害过生灵，青年的他放纵过欲望，如今满身尘俗怎么也洗不尽。他在佛前封住五窍，想要坠入轮回之中洗清罪孽，可是他心智不坚，挣扎着发出痛苦的呻吟。他下定决心剃掉长发，试图把纷纷扰扰也一起斩断。师父说杀人容易自杀难，他在木地板上抄写佛经，然后叫小和尚用刀将所有的经文雕刻一遍。然而这时无强之门却被推开了，两个警察要把小和尚抓捕归案。小和尚忍不住内心冲动破戒下山，没想到遭到女孩背叛，他残杀女孩后逃回寺庙，很快警察便搜查到了这里。师父请求他们让小和尚刻完佛经再带他离开，他们同意在这里等待一天，而小和尚只顾低头凿刻经文，师父一面写他一面刻，中途一直没有停歇，夜晚也点着烛火照亮，直到刻完最后一个字他才累晕过去。第二天师父将木屑打扫干净，望见安睡在地上的小和尚，师父知道他的心中已经平和了。在送别他们的时候，师父瞪大眼睛，小船竟然便不移动，直到小和尚回头看他，师父对着他招手告别，船这才重新恢复了正常。他们走后，无强之门自动闭上，小船也缓缓移航到师父的跟前。就在第二天，师父脱下自己的僧袍叠放整齐，然后在船上垒砌起木台，将自己的七窍都封住，坐在了木台之上，身下的蜡烛点燃木头。他的离开看似平静宁和，实则潸然落下的眼泪打湿了纸片。或许他的业并没有了结。很多年之后的一个冬日，小和尚刑满释放，又回到了寺庙里。他在师父圆寂的地方找到舍利子，捡起来存放妥帖，然后凿开一个冰窟窿，以供每天的洗漱和饮水。这天寺庙里来了一位女施主，她带着一个尚在襁褓的婴儿，不肯露出自己的面目。在佛前一番祷告之后，她在深夜扔下孩子跑走，没想到却掉进冰面上的那个窟窿。等小和尚再去查看时，只剩下一只鞋子漂浮在水面。现在小和尚的身上又多了一条罪孽，他拿出一尊新的佛像，然后把沉重的石块绑在身上，一步一步拖行着要走进山林。摔倒了他又爬起来，始终紧紧抱着佛像不松开。这一路上他艰难前行的样子
就像那些幼时被他捆绑过的生灵。最终他还是将佛像带到了山巅，在这里可以俯瞰整座庙宇。几个冬去春来，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而当初被母亲抛弃的婴儿也长大，变成了他的徒弟。小徒弟的顽劣更胜当年的他，会把石子塞进生灵的嘴里，然后看着他们痛苦挣扎。春夏秋冬，春往复循环，是永远也跳不出去的轮回。那些象征罪孽的石块，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块，然而最终渡自己的只有自己，因为那是属于每个人的业报因果。